在新约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的中文都相当有程度，这对我们这个时代找工作是有加分的。好，这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好，有人编写一首诗歌，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用唱的比较容易背下来。啊，我们这一次主题是四件重要的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这四件重要的事，就是在第七节到第十节。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？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早说的地恩赐彼此做什么
谷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万物的结局，这是圣经里面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是讲到这世界会有一个终结点，而这世界的终结点对基督徒来讲不是消极的在那里等待，而是积极的预备，因为这世界过去以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，而是每一位都要面对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。那当我们要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荣耀他的生活，那我们见他之前我们就会很快乐了，见到他就更快乐，因为必然有称赞，必然有奖赏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面对我们要见这位荣耀的神，如果我们的生活是荣耀他了，就像第十一节说，叫神在凡事上得着荣耀。那我们这一位荣耀神的这一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见他，我们当然高兴。圣经讲到万物的结局，不只讲到会有一个结局，它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再来。圣经讲到耶稣来到地上两次，第一次是以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来到地上，那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，他不是透过男女生下来，他是透过神的话对着童女玛利亚说，上帝的能力就让他怀孕。圣经说是叫道成肉身，道原来的意思就是话语，而这话语本来就在神的里面，而且神是有思想的，而让他把思想说出来就成为话语。而神的话圣经说是精炼的，好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所以是非常精炼的，因此神口里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很精炼的，都是真理，没有一些杂七杂八没有营养的废话。而这话语成为肉身生在地上成为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施行拯救，或者是神是救主的意思，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而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自己先把自己彰显出来，他是神的样式。所以当时候在地上许多人就惊艳到他所行的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，另外就是这些跟他相处跟随他的门徒发现他所讲的都是是的，都是真的，因为他是真理，所以他们跟随他，不只跟随他，不只知道他是真理，而且确认他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是成为肉身来到地上要拯救人。那他怎么成全拯救的工作？
就是为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地上，人想尽办法要解决问题，但是越解决问题越多，因为罪恶的权势。所以神借着他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，好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，我们的污秽可以被洗净，然后神给我们一个可以胜过罪恶的生命。所以圣经讲说，重生得救，从罪里面得着拯救，然后生命再一次有神的天上的生命生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不只有肉身的生命，还有天上的生命，所以说是再一次生，而且得着拯救。啊，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以后，圣经讲到他被钉十字架，死了，埋葬，第三天复活。为什么他可以复活？因为他是神，所以罪恶不能限制他，阴间的权势、死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虽然死是这地上最大的权势，但是因为他是神，所以他胜过罪和死的权势。所以他复活，圣经说他复活升天，他仍然坐在宝座上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神，本来就坐在宝座上。但是他不止坐在宝座上，他说他还要再来，来到地上。他去是做什么？去是为信他的人预备住的地方。他来呢，来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。所以已经死了的人都要再活过来，这叫复活。因为他胜过死亡，他活过来，所以他把这个复活的生命也给所有信靠他的人。另外，如果当他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，他会把我们带走，我们的生命会改变，不然我们到天空都要爆炸。我们的生命会改变，成为属天的生命，然后我们在神的国里相见，聚在神永恒的国里，这国要存到千万年。所以耶稣基督要再来，因此呢，我们都要再见他。因此我们这些要见他的人，如果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荣耀他的生活，那我们要见他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，而是一件大有荣耀的盼望。因此基督徒谈到末世，不是很悲观，不是很消极的，而是很积极的，要来荣耀神。耶稣基督的再来告诉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一个就是那一天，哪一天呢？没有人知道，神也没有告诉我们。所以在地上如果有人跟你说哪一天耶稣要再来，你就不要相信，那一定不对，因为神不说，他来就来了。那为什么他不说呢？你说哎呀，他早一点讲我就容易预备了，是不是？按照罪性而言，早讲就不预备，就等到快到才预备。所以那个考试不讲就考的学生才比较会用功，那种说要考才考的很多人都不准备。好，特别有一些人就反正还有一年嘛，还有半年嘛，还有三个，结果到最后懒散逛了，要预备也来不及了。好，所以神因着怜悯我们，他不告诉我们哪一天。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哪一天，那一定是错的。好，第二个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耶稣在这里，那也一定错的，因为耶稣来是从天上来，好，所有人都会看见，都会知道。特别这个时代，耶稣从天降临一定会知道，因为媒体速度实在太快了。虽然那个拍到的人不一定会被提到天上，因为他不一定会相信，但是他会抓到那个镜头，送到全世界。那个时候耶稣说他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。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耶稣已经在这里，那一定是假的，
一定是错的，这是圣经很清楚说的。那我们过去想到末后的日子，通常我们会觉得，因为像挪亚的时代一样，是因为人的心、人的罪恶太大了，所以神要来毁灭这个地。但是神已经应许，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地，他已经跟挪亚立约，所以那一道彩虹而不见了。我在这儿，彩虹就是神立约的证据，就是雨下到一个地步，就一定会有彩虹。神就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万物的结局真的是更近了，因为这世界啊，越来越不能住了。罪恶的形式或者没有像以前，没有比以前糟太多。今天发生的最邪恶的状况，以前也是发生，但是呢，今天的地球的状况跟以前很不一样了。你相信吗？今天很多人消耗地球的资源，然后花赚很多钱，然后很多人募很多钱要来保护地球，但是我们会发现似乎保护的速度来不及破坏的，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，是不是？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乡下，父母亲都种田，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处玩，除非从树上摔下来摔断腿摔死的，要么就是去水里面玩水玩死的，基本上很安全的，对不对？等到我儿子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妈妈跟我们说不可以让你儿子坐在门口，因为我老大喜欢看人，他说不可以会被抱走，而他讲的也是真的，很多孩子真的被抱走，不只是小孩被抱走，大小孩都被绑走，对不对？不只是这样，我们会发现整个空气环境、居住的环境越来越糟，是不是？而这个世界变化速度非常的快。我们这几天谈到饶米勒牧师，他是我们属灵的导师，他一生经历过好几次神大的复兴。那他在走之前，他祷告说：神啊，我会不会再看见一次复兴在这地上？神跟他说不会，但是你会看见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。没多久911就发生了。如果你不知道911是代表什么，请你问旁边的人。911，纽约那双子星大楼被飞机弄毁了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，就是全……”这空前的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基督徒，无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都聚集在祷告，特别在美国，西方世界的基督徒通通跑到教会去祷告，连不冷不热的也跑去教会祷告。基督徒的祷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他祷告的对象是全能的神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911之后所有的炸弹客都不再，基本上不炸西方世界，都炸自己的同胞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回教地区的这个汽车炸弹也好，人肉炸弹也好，都是炸回教徒，
以前都是西方人做目标的，现在都是什叶派炸逊尼派的，逊尼派炸什叶派的，而且是婚礼也炸，丧礼也炸，有机会就炸，真是一个大的转变。这地球的资源耗掉的速度越来越快，我这一次去美国碰到一个朋友，他在差不多30年前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再生能源。他现在在，很多人用玉米做酒精，可用玉米做酒精有一个困难，就是他跟人类抢粮食，会造成粮食危机。用木薯也差不多，他研究用路边的杂草做酒精。我们会发现能源的消耗会带来粮食的危机，所以整个地球，神告诉我们结局真的近了，因为有一天地球会住不下去。如果耶稣不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也没有人能解决。那个时候大概是罪恶在地上已经实在满到不能再满的时候，面对那一天，金钱解决不了问题，面对耶稣，你抱再多的钱去都没有什么用，面对耶稣，你的房子再漂亮也没有用，面对耶稣，你的名片多少的董事长也不太有用。那你说牧师，那我们就通通做传道做牧师好了，感谢主，使徒彼得没有这么说，不然的话我竞争对手就太多了，尤其在恩友堂，因为我发现还是做生意的人最聪明，我肯定竞争不了各位的。他没有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通通来做牧师，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你们要好好做四件事，如果你们好好做这四件事，你们就能荣耀神。而你们就好好荣耀神，你们面对他，你就可以欢欢喜喜面对他。那你说牧师，我们就只做这四件事情，不用上班了吗？不是，圣经里面神对于生命生活的需要的供应很简单，就是如果我们照他的旨意过日子，他就会供应我们。而且呢，不只是足够，通常是丰富，这是他在旧约很清楚应许，遵行他的道的必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因为遵行神的道的人都会有 很出色的表现，无论在哪一行都会有出色的表现，因为你会有智慧，会有聪明，你会有好的品格，你会殷勤，那你一定表现好、表现好通常也等于收入不错。所以如果我们好好做这四件事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需要是不需要担心的，甚至我们都可以有余来帮助别人的。第一个就是祷告。祷告，祷告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跟神谈话。
我不知道这一生我们有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几个人，我们是很想跟他见面谈话的。当然，好朋友我们会很想跟他见面，当然，夫妻会很想见面，当然，亲子关系、父母子女会很想见面。不过呢，是父母很想见，孩子不一定很想见。这也就是神叫我们来见他，我们不一定会很想见他，因为神的爱是比较大的，儿女是比较不懂事的。我们想见的人是什么因素，然后又是我们跟他见面以后内容是什么？当然有很多人很喜欢好朋友聚在一起，天南地北随便聊，有营养的也聊，没营养的也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跟神谈话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情，那你是很有福气的。今天全世界所有的领袖级的，除了他信耶稣认识神的以外，差不多都会去找交鬼的人帮他，而且他付的费用都非常的高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本来没信耶稣，后来来教会信耶稣了，后来他就换工作，他老板给他很好的待遇，把他挖角过去，然后跟他说，你上班之前我先带你去看一个人，那个人很多有名的人都会去找他谈，我带你去一个人谈话30分钟，20万块台币，那是20几年前的事。30分钟，20万块台币。他说，牧师，我就去了，他跟我讲3句话，我就知道他交鬼了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你靠得太小了，你应该认识耶稣，这又就先看多先了，耶稣才是最大的，你不要靠那个，你要来靠耶稣。他说，我就跟他，我老板付20万给他，我跟他讲半个小时耶稣，因为他要告诉我的太小了。很多人对自己没有把握，为什么？我们本来对自己就应该不要太有把握，因为我们太有限。但是问题，你靠不对，那更麻烦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跟神谈话，因为神喜欢跟我们谈话，这就是祷告的意思。我感谢神，我喜欢跟他谈话，虽然还不是很会谈话，但是每一次谈话都很有益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神。请你跟旁边人说，神喜欢跟你谈话。再告诉他说，不过我知道你比较喜欢跟人谈话。如果我们知道神喜欢跟我们谈话，而我们又喜欢跟他谈话，你是很有福气的。因为这一位神，他是奇妙，他是不得了的一位。我刚刚提到劳米勒牧师，我们真的很喜欢跟他谈话。我们感谢神，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是大概他人生很丰富的时候，生命很不一样，
也对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很有耐心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一趟一趟买飞机票到亚特兰大去找他。他就是这么靠近神，这么认识神。所以我每次跟他谈话都觉得很大的益处，甚至我里面就有一个渴望说，神啊，你给他的求你也给我。我里面就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，人在地上可以这样认识神，神的生命可以这么丰富的在他里面，那种对真理启示的认识，哇，不得了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他是怎么可以这样的？弟兄姊妹，你相信吗？你要认识一个人，最好的办法就跟他相处，跟他谈话，不只要跟他聚在一起，然后一天到晚缠着他，你要让他表达他现在在做什么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他里面的那一份是什么。所以要认识神最好的办法是靠近神，然后跟他谈，让他告诉你他是怎样的一位，这叫做祷告了。所以圣经祷告里有好多种内容，因为祷告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我们说，一部分是他说。但在我们这一部说的这一部分就有很多的内容，不过内容就明天再说了。弟兄姊妹，向神求，神啊，这几天让我越来越喜欢跟你谈话。不要整天就在想谁，我还没跟他说话，谁我还没跟他说话。神啊，让我这几天我总要好好跟你谈一谈，谈一谈之后谈两谈，再来谈三谈。神啊，我总要好好跟你谈，好让我更认识你。圣经说，神口里所出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。大卫他的诗歌里面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对我闭口，因为你如果对我闭口，我就好像快死了的一样。也就是在他的心灵里面，他发现神的话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生命。如果他没有神的话，他里面就软弱。圣经说，神的话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所以他的话有引导性的，他的话有启发性的，因为他是神。当然，如果你学会跟神谈，对神说，他是那位最了解我们，也最能听懂我们说话的。我做牧师，我一定要学习怎么会听话，包括听太太的话，听懂他在说什么，不只听见，还要听懂。弟兄们，如果你听见太太说的话，你会快乐一点；如果你听懂太太说话，你会更快乐一点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听见神说话，你会很快乐；你听懂神说话，你会更快乐，更有福。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神真的听见而且听懂，他也喜欢听，所以我们可以对他说。我就发现，甚至有一些话不一定合适对这个人说，但是都可以对神说。所以圣愿这几天
我们能够好好跟神说话。今天大家坐车都很辛苦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。这首诗歌说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你是我最亲密的伴侣。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再一次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，渴望见到你的面。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你的手总是在缠绕着我，把我带在你身边，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，为爱何等的长阔深高，我心发出惊叹，有了主还要什么，我心与主心相连。叫你打，用力打没关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越来越深的、越来越有把握的唱这一首诗歌，你是很有福气的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，好吗？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，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。Yo.
的弟兄姊妹祷告，求主把这恩典加给我们，让我们特别在这几天，我们爱慕与他谈话，来教导我们怎么跟他谈话，怎么听，怎么说，让我们与他越来越亲密，我们对他越来越认识。保守我们有美好的休息，我们明天可以重新得力。主，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，主。